你先跑完第三圈了。 班第一，我们班第一，就是肖然领先的，我们班先过的线，就我们班第一。 干嘛？大功臣，刚跑那么快，腿肯定没劲了吧？我载你回去吧。嗯，不用。怎么？怕被别人看见啊？嗯。干嘛呀？一会儿要有人看见了，就这么捂住自己的脸。借过，借过，借过。车。 南湘婉，嗯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为了集体荣誉那么拼命。你想多了吧？我以前练跑步的，我就是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。那给大家加油呢？那可不是因为遗憾吧？你就承认吧，你变了。以前你是一台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，现在还挺中人情的。我感觉是因为我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感化你。 想多了吧你，我今天就是顺路，以后我才不管你的事儿，别打扰我学习啊！行行行，你学习吧。